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 Tarantula cubensis， Cuban tarantula 古巴狼蛛吓 ，Tarantula cubensis 古巴狼蛛一种长毛嘅蜘蛛。这个古巴嘅蜘蛛吓，当然啦，如果系俾蜘蛛咬亲咧，咁会睇到呢个下列嘅情况吓。通常咧咬嘅地方咧就唔系好痛嘅吓，咁个被咬嘅人咧，通常就对方面咧就唔系好知道，除咗直至到第二日咁样先至。咁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发炎嘅暗疮啦，周围咧个暗疮周围咧可能有啲紫色嘅环咁样咁包围住佢啦。咁慢慢地咧。要睇到咧，被咬嗰个暗疮嗰个位置咧，就会出现一条有一啲红嘅线吓。咁呢个通常咧系蜘蛛咬过嘅行过嘅地方嘅。跟住咧呢个暗疮就会胀大啦，开始发炎啦。咁慢慢地咧个人咧就会感觉到尖寒啊，同埋尖就发烧咁样。咁可能咧就会有大量嘅汗。同埋咧，係小便咧係隆蔽屙唔到尿嘅，咁跟住咧呢個嘅暗瘡咧就越嚟越變成硬啦，又大啦，咁開始咧就成為一個好痛嘅膿腫出現嘅，咁最後咧就導致咧嗰個組織咧開始咧就即係慢慢地壞死啦，咁就有好多啲細孔出現嘅，跟住會留一啲又結嘅又血嘅帶有血嘅。帶有不同組織嘅嗰啲分泌物出現咯，咁跟住咧呢啲嘅小孔咧，慢慢地變成一個好大嘅孔，一個好大嘅窿咁樣嘅。嗱呢個情況咧，有啲人咧可能喺遇到啲所謂叫做嗰啲食肉菌嚇，即係有啲人都話：，我少咗食肉菌中咗，咁個症狀都係好似咁樣樣嘅，慢慢咁越嚟越大，咁一個大窟窿咁樣樣嘅。
因为古巴嗰个龙珠咧系可以处理呢类嘅情况。咁当然咧最常见咧就系嗰啲脓肿啊，或者嗰啲咬亲嗰啲地方咧系化脓出现咗嘅问题。咁通常咧佢嗰个初期嗰时候咧，我哋叫 incubation 咧，是比较慢慢地来的，今天即刻这样，今慢慢地才开始变成曾经所讲的一些，即出现那些蛹啊、脓肿 啊甚至乎那些是那些炭疽那些病啊，不是那个蜘蛛咬亲这样。咁甚至乎啲黑死病呢，这种的情况都可以应用得到的。咁主要呢，你就觉得呢就好多啲蛹肿蛹疮出现啊，咁一冲呢就开始又变咗蓝蓝嘅脓肿啦，又好痛嘅啊，咁呢种咁嘅蛹啊，咁出现咗。呢个疗剂呢係主要呢是经常呢是用在这类的皮肤的蛹疮的那些毛病的。好啦，咁另外呢就可以用在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出现那些溃烂啊、gangrene 啊，年纪大的人呢出现了这类这样的 gangrene。咁还有一个应用的地方呢，佢通常呢是用在一些人呢是我叫做呢是即是临终嗰时候呢是痛得好辛苦的。即是唔知点解佢，总之临走嗰时候呢就痛得好犀利，好非常之不安又好痛。咁呢个疗剂呢可以将是舒缓呢种嘅情况啦。咁等佢临终个过程呢都唔会咁辛苦咁痛。咁呢个就 Tarantula cubensis， 古巴狼蛛嘅应用嘅地方嚟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